大家好，我是恩科，一会儿嘎子兄弟给我送骆驼来呀。这车来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哥，来了来了。这个兄弟好兄弟，给我送骆驼来了。那嘎子兄弟是，哎哥，哎哎，你好兄弟，哎，骆驼给你送过来了。哎，骆驼我送过来了，看看这骆驼行不行？行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可以。你把手低倒。哎，哥，你一个电话，那天不说了吗？一个电话，咱们就麻溜给你送过来，哥。哎，好，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，哥，干点活。我那会儿网子里面还有个骆驼呢，一块歇就行了。行了，哥，这干爹说你打电话过去，跟那个嘛嘎子兄弟一块歇骆驼。行了，哥，我给你们准备个吃的。哎呀 ，OK， 哥，还是你最懂我。今天嘎子兄弟给我搬的这个拿过来，这个骆驼挺好的。好了，我给他们准备吃的吧。哎呀，嘎子，你这个搬的可结实了。对不对？啊，那可是搬不丢了，那我赔大了。你小子干活挺利索啊。那必须的，兄弟。哎，你就到家了啊，不用怕。1、2、3，哎，瞅瞅这大不大？咱们就吃出去。好，我把这收拾了。